저는 이그리고 这个就是任性 CJ 立刻立刻，谢谢指南针，谢谢立刻立刻，谢谢小公主，谢谢你的小狮子叶文，Hello，什么烟？玉子烟，欧耶，Hello。就像太阳光芒，燃烧着爆米花。就等，嗨，南宫小红帽，什么领域？Hello，嗨嗨，大家，soft，大 B 哥，E 什么歌？马友公演很棒，对吼，就是要讲到公演的事情。昨天的贴文夸张，有那么夸张吗？谢谢，我也蛮喜欢那一张的。超出曼，黑卡丘，新马甲，微积分，嗨 Kitty，卡丘，安安，中カニさんがやっと来た。この前なんか全然来てくれなかった。コメント一回もしてくれなかったか。亚飞、李霄行、安德鲁，この前ミレイさん、青山さんの壁取ったよ。コメントぐらいしてくれてもいいやん。でいいえ。Hello，Hello，Hello，大家好，大家好。贾鲁特。卢特莫平兰，我要等大家来再开始讲我的事情。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ジョンカニさんの奇数浪漫旅、はいはいこれです。そんなのでは許されません。てへじゃないよ。許し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だけど許しません。就说昨天的线段，大家都是从哪里认识你的？我这个吼，我今天要讲今天的重点就是我的线动。谢谢马友给我很多反刷，虽然有时候我在发呆，是你在发呆还是你在看别人？Lonao，哎，Lonaludino，小公主，哇啦，小亮，好硬，剧什么慢？看你。乐天女孩呢？罗彤、担当、信六八九，还以为是你现在多了超多新粉丝，想问大家怎么知道你的？对呀，对呀，是啊，没错啊，因为我就很好奇这三四天吼，这三四天真的是一天大概有100个人吗？差不多，对，最近增加很多。啊，对对对，超多追踪，大概一天有100个左右，所以我就很好奇，又有一点害怕，就是诶，怎么那么突然？是不是我错过了什么，或者是什么？就是我很好奇，大家是怎么样看到我的这样子。静，Hello，走大飞，志豪，李晨，丹尼，冯小人，诶，丹尼今天可以哦，看。叶翔峰是，应该是如果可以，如果可以，应该也有蛮多的，一定是如果可以日文版的加特，加曲啊，我也是特别的色，北唐屁孩，还有被贴到表特，对，我知道，我有看到 PTT，啊，加持哈，北极熊得熟，Hello。我今天要讲的事情蛮多的耶，怎么办呢？聊得完吗？等我一下，北极熊得熟，谢谢你的缘分。等我一下下哦，去看一下。我换到新的单位，这里可以用，哎，很棒哎。等我。
下啊。能在表特版哪这么多推文？表特版这么多推文，什么意思？这么多推文，我看的只有一个。徐以言 Cody 和一过去凯秋，谢谢分享直播间 Cake 很不。中间上马达基也打的球。嗨叶翔峰司徒，嗨玉哲亚马路不。小玉儿黄宇好久不见，欧恋好久不见，嗨大家。消えてないしコメントしてくれてないイコール消え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だし。嗨前锋，但是好吧，那我就从哪里开始？違う，我的是この前ジョンカニさん全然会話に入ってくれんかったから、私はあることを話したいと思う。措辞，对，我就是从措辞这一件事情开始，因为上次开直播的时候是还没有上线嘛，如果开的日文版还没有上线的时候，我就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了这件事情嘛，然后。后来就是像22号上线了之后呢，哇，那个观看词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真的是很厉害，人家是就是很大的一个非常有名的非常厉害的歌手魏林安前辈，所以对，就真的很厉害，就现在已经只过了三天吗？对，只过了三天，已经400,000观看次数。那我其实呢，就是我上次说的一样，就是心里本来就有准备好说被骂，因为对，就是这么多留言，一定会有不好的，这个是当然的。就是我也知道，就是可是我尽力了，所以我不会对不起自己，也不会对不起威利安，也不会对不起 Sony， 但是我本来就是有这个心理准备，所以我其实是还好。但是看到一些这个日文文法怪怪的，日文听起来怪怪的，没有这回事哦。日文是顺的，日文是顺的好吗？好像说的我的日文怪怪的，没有啦。其实我讲话有时候会卡词啦，但是歌词上我想了那么久，我还问了日文朋友，就是他们都没有说怪怪的，所以呢，就是不要怀疑我的日文怪怪的，没有这回事。对，然后可是这样子讲好像我在讲借口一样，但是怎么说？大家都还蛮我看到几个留言是说日文的意境好像没有那么深，或者是什么太简单了，没有什么深度，或者是什么就是日文翻的太直翻了什么的，就是好像我在讲借口一样，但是我也只能翻译啊，不是吗？我难道我可以改歌词本来的意思吗？不行啊，我一定要就是照着原本歌词的意思，还要看字数跟押韵，然后我就真的尽力了，我就只能这样子讲。对，但是我很开心，就是有这个机会，也很荣幸。我只是我怕大家就是看到几个留言，然后会觉得怎么讲？好像这个日文怪怪的，或者是这个日文麻油怎么会跳到这个日文呢之类的，我就很害怕会有这样的疑问，所以我就先讲。对，日文中文歌为了唱得很顺，有时候也是变得有点怪。麻油的日文很好啦，对，麻油的日文是蛮不错的啊，麻油日文很好啊，别担心啊。本当妹ちゃんの笑顔が浮かんできた、ありがとう。土豆谢谢续费给的粉丝团。土豆，你日文在台湾人中算很好了，算非常好，好不好？小智，どこで聞けか、赤い人って知らない出てくるよ。会唱威利安的歌吗？会呀、会呀。一一麦克拉克，谢谢你的麦克风，谢谢。Steven 小澳门小智，爱鱼鱼，对。Steven 4月29号，哦哟，谢谢你的掌声鼓励。可不可以那改个的是刚刚说我日文很好，说我自己日文很好。
然后有一个，我觉得这个留言是非常好笑，就是呢，作词者是不是在台湾很久了？怎么觉得歌词里面有一点台味？我就想说，怎么可能会有台味？我真的非常非常想要密他说，请问一下，我哪里的歌词有一种台湾味？我真的是好奇，我不是在反驳他，是很好奇，怎么会有那种台味？你知道吗？我是非常好奇，是真的很好奇的那一种。我不是在反驳他，也不是在怎么讲，就说。怎么可能会有的那一种态度，是说哈，真的吗？居然会有人这样想吗？我真的蛮好奇，这都看得出来。对对对对对，我写了一个歌词，然后怎么会有一个台，而且那是日文的歌词，怎么会有台湾的味道？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哪，这个人蛮，就是想法蛮特别的，就是想问问看他是怎么觉得我有台湾味这样子，超好笑，还是你们留言的，已经知道，就是本来就知道我在台湾蛮久了，才会去留这种言，是这样子吗？立刻立刻谢谢四叶草，毕竟是台湾人写的，不是吧？干杯，谢谢你的小公主。对，其实找你方是最适合的人选之一，在台湾待蛮久的，翻过去才有这味道，可以改成日本味，可以改成日本味吗？对，其实我也有很多很多就是不一样的歌词啦，就是我在 Facebook 上也是有看到，就是原本找我去翻译的那个人的，文章吗？贴文，他也说只是，丹妮，谢谢你的告白气球，谢谢告白气球。我刚刚想说什么忘记了，忘记了，我刚刚想说什么，忘了，天哪，太容易忘记。毕竟原本就是台湾的中文歌，保留这个意境后感觉比较好吧。毕竟有很多中文歌都翻成日文歌，对，贴文，看到贴文，然后呢？我看到贴文，然后呢？我忘记了耶。对对，他上面也有写说，就是我给了很多选择，然后最终是给 Sony 跟威利安前辈，对，就是。选择哪一个歌词比较合适，或者是就是对，就是看他们唱的顺不顺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有一些也觉得哦，居然是选这个吗的那一种，但是完成品吗，就是已经有了官方的歌词，是我不会觉得哦，这个是。怎么讲就是这汉堡的感觉，我是真的对觉得这个歌词是没问题才交出去的，对。叶翔峰还好没有被我弄到把共勉之写进去，如果可以也要把那个共勉之写进去，是不是小阿星 Cody William， 对，还好最近就是这一两天都有就是日本人的留言，因为我真的很害怕，真的很害怕被骂，所以呢，我就是随时都有在就是关注留言区，然后留言区就是最近越来越多日本人留言，然后那个日本人留言好像有一个是就是有一个日本人是说歌词不好，但是还蛮多日本人说歌词还不错，所以我就觉得。OK， 没问题，没关系，这样子。总監さん、本当に悪いコメントとかしないでね。本当にお願いだからしないでね。本当したら本当に嫌いになる。如果可以，我想与你共勉之道的，笑死。歌词不好，对啊，就是对，有一个日本人说，看了觉得就是有点失望，然后就那个歌词有点怪怪的。我就想说，他是不是不知道这个是翻译出来的？因为其实，日本人看。然后都没有看那个，怎么讲？日本人看，然后不知道就是原本是中文歌，然后，我是担任翻译的部分的话，可能会觉得，怎么就是有点怪，他可能会觉得怪怪的，但是他可能也不知道我是翻译的这样子。你醒，你来，
什么，别太在意，要有被讨厌的勇气。有把中文意思大部分都翻译到了，对，对，翻译跟写字是不一样的，但是嗯，对，刚我们听 48的歌翻成中文，有时候也是觉得怪怪的，所以天乐老师真的很厉害，真的超强，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很棒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有点反省，真的是反省了，反省了。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棒就好，因为就是怎么样的歌都会都怎么样的歌，怎么样的舞蹈，怎么样的作品，就是只要在世界上公布了，一定会有人讨厌，一定会有人喜欢，一定会有人觉得还好，就是这是当然的。所以我也不没有就是放在我的心上。对，没有被讨厌过的人生是无聊的人生，所以我努力被麻油讨厌。什么意思？这一定的啊。对啊，天老师之前翻 reset 翻得很快，真假的？南野秀一 ，hello。对啊，这个也是对一个经验。然后我本来就说，就是如果有不好的意见，我也想要听听看，因为我觉得，他觉得不好，那他可能会有更好的选择。那我也想知道他觉得怎么样才比较好，那我也可以学习到。对呀，赞赞。南野秀一 ，Hello， 秀一哦，秀一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分享？哦，对对对，然后应该是对于日本无法提什么意见。罗东 ，Hello， 罗东，还有什么？对，然后这个机会让我增加很多粉丝，觉得非常感谢，也非常感动，很开心，真的是很开心。天安老师好像有发 FB 说，当初被官府老师找一两个月要翻完16首歌，16首歌，天哪！至少黄旗要分得清楚，翻译和措辞有时候有一点不同意见，很正常，对，非常正常，很正常啊，很正常啊。小右 ，Hello AKA 小右，但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在如果可以的日文版留言，谢谢 Derek 喂，然后。麻油饭帮我，现在麻油饭是现在是在 IG 上帮我宣传，还是在哪里帮我宣传啊？天哪，那个 IG 粉丝真的是增加的非常快，所以有一点好奇，到底是怎么宣传才有办法让粉丝涨得那么快？说写的不好的人，就当做他们是在说九把刀写的不好吧。说九把刀是什么？先来继续满了麦文案，不行，静，你留下来，静留下来，红旗举下来，静也留下来，戴戴姚茉莉 ，Hello 吉尔东，爸爸爸爸，九把刀是中文版作曲，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写的非常好啊。的人哦，中文作曲的人叫做九把刀 ，OK， 九把刀老师好，荣幸。然后呢，红白旗的真的很搞笑。好来，就下一个话题，公演。好来，我来听听看大家的感想，一定觉得我很笨。大家一定会觉得很笨，合照会想好照，你早就想好了。高中制服跟羽毛球衣，这样吧，羽毛球衣很可爱啊，很可爱啊，真是的，过敏子举起来，哇，举起来，よし、黙っても大丈夫きた。さっきから黙ってたじゃん。え、ジョンカイさんも日本語でちゃんと。まいちゃん歌詞うまく書けてますねってコメントしててね、ありがとう。好欸，我会去欸，赞赞，等你开心。羽毛球衣打算哪一天穿？第一天是 JK 服，然后第二天是羽毛球衣。
だから、だから、ウェイリーアン赤い糸って調べたら出てくるから、YouTube でお願いします。イェー、可以跟ユリ、ユーチョイ拍照了。对啊、我的衣服也买好了、真的。ジョラン、ハロー、パン。然后公演公演公演那个何起白起我其实有练习耶，我在家里练习了，然后就觉得喂好像不错，我可以了，然后当天天哪一直卡词，不是故意的，我是认真的。然后你知道我玩完然后下去后台，工作人员都跟我说你效果很好耶，你真的很好笑耶，那超洗脑的。我就说姐姐，我是在认真玩耶，我很认真耶，哪次不认真了？然后他就说他说什么横起举起来，白起举起来，他就说怎么那么慢？我就说那是故意的，那是喇牌，很认真做效果，不是吧？沙鲁 ，Hello， 2070，白起是君臣，而且我都没有意识到，就是我把红旗说到黄，说成黄旗。我也是太认真说这个，然后就都没有看到大家有没有去做，而且很开心，就是能够跟那些观众们、观众粉丝们一起玩这个游戏，觉得不错。你玩什么都很认真啊？对，我玩什么都很认真啊。然后认真玩，然后就没有做得很好，觉得看起来很笨。企鹅，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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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排气，都想玩手机游戏，玩什么手机的游戏呢？没有哎，我手机里面完全任何一个游戏都没有。举白起头下输给马友了，特别是有惩罚的游戏，你死都不想输，真的不想输。对，没错。手机里面暂时完全没有什么。对呀、啊，哦，我跟你们说一个很好的消息，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就是呢，我昨天去拍舞蹈 cover 的影片，还有两位成员跟我一起跳舞，赞了赞了。对，期待这个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我昨天拍就觉得很好看，是有一个成员有一天突然叫我，马友你要不要一起跳这个舞，我就说好啊，然后来聊聊聊聊聊聊到别人听到了，有另外一个成员听到了，另外一个成员就说哎好哎我也想要，然后就一起三个人一起跳，看别人有惩罚的游戏特别爽。什么时候发呢？我还没有剪呢，还没剪片，所以剪完之后吧，收视成率比较高吧，就不一定哦，这就不一定咯，下下哦。我觉得拍的真的很好看，昨天去完美教室拍，也就是那个我刚刚小白和前辈一起拍 cover 影片的那一个地方拍。对呀、啊，昨天去拍 cover， 赞赞。那个地方很美耶，对不对？那个地方超美的，期待一下，对啊，可以期待一下。Lighten， 嗨，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呢？为什么不说什么歌？这个是一个惊喜，到时候就知道了。要关注我的 IG。喂，嗨喂喂，同学来了，我这次有准时留言了。对呀、啊。
我有看到同学来的了留言，开心，我好开心。有人说马友的双下巴好可爱，好赞哦！谢谢大家。但是这次我讲的话比较少一点，好像因为有小钟哥，就是可以聊，就是他聊了很多，然后他的话题是非常有趣。所以对对对，就是这次比这上次首播的就是没有多话，没有很多话题。对，双下巴丹丹又不可一色色了吗？那我该去留言说马友怎么这一集讲话还这么少啊？为什么？还可以啊，我就觉得怎么讲？去同学来的录音不一定要讲很多事情啊，就讲到话就好，真的不要就是完全没有讲话才是不好的吧。对啊，就是一两句也是行啊，就当作去看前辈们聊天啊，讲话，对，这样也好啊。我有今天超爆可爱，怎么会讲？难得可以下午看你直播，开心，谢谢冰雨。应该说镜头这么少，没关系啊。我这件事觉得就是怎么讲，比较放宽心去想同学来了，就是怎么说，今天我没有抽到什么效果没关系，今天没有讲到话很多话没关系，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享受那个摄影棚，享受录音就好，然后就是看前辈们怎么讲话比较有趣，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学习。对，而且你开得很可爱，你说同学来了噔噔噔噔噔噔的前面吗？随便看看啊，这是谁？这个是威利亚吗？是吗？ Thank you so much， 我只是九姑娘。你还做图耶，笑死，好棒哦，很好的心态。其实来宾那么多，总是会有人是讲的比较少。对呀、啊、对呀、啊、其实我当来宾的时候当然会讲到很多话，但是最近都是当同学系的同学，所以其实也不是这样子说，但是也不是主角啦。对呀、啊、XYZC 谢谢你的缘分，郑源可爱，嗨大飞哥乱乱跑啊，对对对。然后说到同学来了，真的是还蛮多人都是因为看了同学来了而来追踪我的，觉得好开心哦，好开心哦。你知道为什么我还那么开心吗？因为呢我是左脸人，但是我当同学的时候都是拍右脸，然后我都觉得天哪，我的右脸也太丑了吧！我每次看到我就是坐在那个同学席，然后都是从右边拍嘛，就是看到我自己的右脸，然后就觉得天哪，看了都觉得很心虚。但是还是会有人来追踪我，是一个好事啦，所以觉得很开心。我是看威利安的歌，真的假的？谢谢威利安前辈，谢谢威利安，谢谢威利安前辈，真的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机会。节目真的都右脸，我当来宾的时候才是左脸。然后我都觉得我的左脸比较漂亮，你知道吗？你叫制作单位或是帮你镜像不好了吗？不叫好，不是镜像的问题，我是左脸人。对呀、啊、所以应该是要说应该要说来宾席跟同学席交换一下。これも入れない話題。なんで入れない話題なの？こんにちは、ハリタン、ダビグー。而且都在关注双下巴呀，笑死。真的、哦、不是黑脸就是白脸，还是同场都发左脸。对呀、啊、因为我是左脸人啊。だって番組見れるやん、 YouTube で。 YouTube でアップしてないんですか？ダウンロードしてないんですか？不然你可以往后坐，给上影机拍背一下。好好笑。刚刚看到什么佩德鲁，看一下。
等一下，我刚刚等一下，我刚刚不是有刚刚不是有看到，刚刚不是有看到。现在是在冰箱里面。嗨，大家，这个不是天花板。冰箱里面，给大家看，可以看到大眼。好啦，我回去了，等我一下哦。一下，哎，好好笑。那刚刚是在冰箱里面的，大家好，嗨，好好笑。奇怪，刚进来发生什么事情？应该够热。所以我把手机放在冰箱里面，冷冻库里面。Action！ 别感冒，别感冒。难怪我刚觉得好冷。对呀，因为你们刚刚在冰箱里面。哟哟，我刚刚说到哪里呀？啊，そうそう，日本語で話そうって話ね。我刚刚讲到事情，我用日文再讲一次好了。ハニさんはいる？ちなみに。原来是在南极直播啊。黑柳星，嗨，夏天到了，花生冰棒好吃，那我真的很好吃。ジョンカニさんもいてください。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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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还好，真的是冰箱效果非常棒哎！下午直接冰起来。哈利さんいないのか？じゃあ行こう。无尽的大 B 哥 ，Hello。下午，浩浩，谢谢你的红玫瑰。嗨，陈菲菲，哈利さんあいだ？じゃあ日本語で話します。この4日間ぐらいか、22日に赤い糸が正式にそのなんていうのリリース、日本語バージョンがリリースされまして、这个冰箱的那个好可愛哦。そう、可愛いワンピースありがとう。されて、そのリリースされる前から分かってたことなんだけど、そのまあこんだけ有名な曲だけで、こんだけいい曲で、こんなに有名な映画だから、絶対にいいコメントもあるだろうけど、絶対に悪いコメントもある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ことをめっちゃ心の準備もしてたし、なんだろう、悪い風に言われないかなーってちょっとめっちゃなんていうの、心配だったっていう気持ちもめっちゃあるんですけど、まあこの前も言ったけど。そうそうそう、それで、まあ、22日に発表されてから今で3日目、この3日間でさ、もう40万回再生とかもうやばいじゃん、普通にさ、やばーみたいな、40万再生って3日間でやばーみたいな。しかもなんか最新の日本語ランキング、日本語曲ランキング、 J-POP ランキングみたいなのも入ってるらしくて、なんかその人気ランキングみたいな、6位かな7位かなかなんかに入ってるらしくて、すごく嬉しいんですけれども、私としてもなんかやっぱりコメントとか見ると心にこうク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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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たいなコメントもさある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それまあまああるって分かってたけど、まあいいコメントももちろんあって、悪いコメントもあって、まあなんかすごくすごいすごいよね、40万回再生って。今もうコメントも1000件ぐらい、
1000件以上あるのかな。で私はすごく気になるのでコメントも多分ね1000件全部読みました。でいいコメントばっかりなんだけど、結構あ 大部分がいいコメントなんだけど、やっぱりなんだろう、日本語の歌詞が直訳すぎて深みがないとか、あとなんだろう、あと作詞さんは台湾に長く住んでるかなのか、台湾のなんか感じがしますね、台湾人みたいな感じの感じがしますみたいな、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でしょうと思ったりとか、あとはなんかなんだろう、ちょっと日本語に詳しい台湾人の人とかがなんかこの意味はちょっとみたいな感じで書いてて、なんか自分を疑うというか、これっておかしいのかな、ちょっと疑っちゃうというか、あれこれっておかしいのかな、いやいやおかしくないよねみたいな感じで疑っちゃったりとかして、ちょっとなんだろう、悲しい気持ちにも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なんだろう、やっぱりそのこんだけ有名な曲だから好きって言ってくれる人も嫌いっていう人もいっぱいいるだろうし、もちろんそれはね、それはもちろんのことだけど、なんだろう、やっぱり褒められた方が嬉しいので、ハリさんもハリさんも赤い糸の YouTube の方で、はい、コメントしてくれたら嬉しいです。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で他の日本人の方にもいっぱいいっぱい知ってもらいたいので、いっぱいシェアしてください。拡散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嬉しいです。もちろん好き、ありがとう、ダワン。そうで、なんだろう、まあ、これを言っちゃうと本当に言い訳っぽくな聞こえちゃうかもしれないから、ちょっと言うのは怖いんだけれども、怖いんですけど、なんだろう、意味、中国語のそれをそのままなんか訳した感じとか、あとはなんか簡単な日本語を使いすぎとか、そういうのをそういうコメントを読んで、まあ確かにそうなんですよ、確かにそうなんだよ、そうするしかないんですよね、逆に言うと。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私のこの文在でそのウィリアンさんのこんなに素晴らしい曲の歌詞の意味を変え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しちゃいけません意味変えたら絶対ダメです。だから意味は本当に変えてません、意味を変えずに本当に変わら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て作詞っていうか翻訳させてもらった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字数とか、あとはなんだろう、簡単な言葉でその歌いやすさ重視とか、まあ、いろんな配慮があってできた歌詞なんですけど、なんて言ったらいいんだろう、別になんだろうまあ本当に、はい、みんなに好いてもらったらなって感じです言ってる意味わからんか、言ってる意味わかるかな伝えたいこと伝えられてるかなでもなんか途中でたまにその日本語好きなとか、日本語を学んでる台湾人の人とかが多分コメントでなんかこの日本語は変じゃないですかみたいな書いてるんだけど、多分ちょっと疑ったけどね、自分のこと疑ったけど、日本人の友達とかで聞いたら全然おかしくないよ、大丈夫だよ、伝わってるよって言ってくれたから、あ、よかったちょっと一安心しました。で日本人の方がね、一人ね、多分ねコメントでちょっとなんかぎこちない感じの歌詞ですみたいな、ちょっと失望しましたみたいな感じで書いてて、でうわ、これ日本人だったらそう思っちゃうんかなと思ったんだけど、最近多分日本に広まったのかな、最近この2日間ぐらいで広まって、やっとなんか日本人の人たちがコメントを見て、はい、コメントしてくれて、なんかサビの部分の歌詞が好きですとか、あと何だったっけな、なんか最近辛かったことだけどこの歌詞聞いて元気出ましたか、なんかよく分かんないけど、まあ、そんな感じのコメントを見て、私もものすごくそのコメントから元気をもらいました。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めいちゃんがいいと思ったんだからいいんだよ、ありがとう。はい、そんな感じです。伝えたいこと伝わったかな、よく分からんけど、まあ伝わってたらいいな。はい、ランラン、はい、以上我的日文时间结束了ランズ翻訳だけど日本語への作詞なんだから
はい、あなたは中国語上手な人ね。ありがとう。はい、宇都宮さんありがとう。朱伦、红玫瑰、谢谢。青云、谢谢。宇轩的粉丝、谢谢。眼圈里的路、Hello。スタールと正しいは違いと思います。じゃあなんか正しくないところがあったら教えてください。シャンパンチューロー。好的。シャンパン加油。チウェイ。Hello。Hello, 你好吗？高小公主。那有啊。聞いたことないんかい？聞いたことないんかい？聞いてくれよ。お気に入りのシンガーソングライターさんがいるんでしょ？だからお気に入りのシンガーソングライターさんにおすすめしてみて。よく。てててれてて。サルさん。おサルさん。で、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聊？你们有什么问题吗？还有日本語字幕で映画見たい。映画公開してるんだよね、東京で。谢谢ケックスだ。ポンラン、心動。聞いたことないのにおすすめするとか変でしょ。だから聞いてよ。あなたと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取りづらいよ。いつも聞いてください、聞い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って、聞いてくれないからおすすめするとか変でしょって、聞いてくれたらおすすめできるでしょ。早安，谢谢你的浪人心。哎，我相信爱。Hello， だって聞き方教えてくれよ。教えてるじゃん。教えてるじゃん。YouTube を YouTube のアプリをクリックしてください。そしたら検索マークが出てきます。検索マークをさらにクリックしてください。検索マークをクリックしたら、そこへ赤い糸、ウェイディアンと入れてください。そしたら出てきます。一番初めに出てきます。検索方法の説明おしまいです。一个一个，周末好激动。嗨，恰恰，赤い糸の後はなんて？ウェイリーアン。嗨，赤い糸ウェイリーアン。コーディ。嗨，早安，晚饱喽。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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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で見るとめいちゃんの赤い糸が聞けるのかな？じゃあ聞いてくるから配信通知が。なんでそうなった？同時進行しようよ。ジョンカニさんだって100台ぐらいパソコン持ってるんでしょ。何、稲葉浩二の赤い糸が出てきました。ちょっと聞いて、めっちゃ嬉しいことがあったの。あのねめっちゃ嬉しいことがあったんですよ。山本聡さんって知ってるかな。大家知道シャンユエン。なんか字怎么讲、聪明的聪、香园村吗？香是那个海边山上的阳明山的山，然后园是一园二园三园的园，那个元素的园，然后不是元素的园，园那个三园一园二园日币那个园啊，不是日币，对，三园是一园二园三园的园，然后聪是聪明的聪，大家知道吗？三元聪，三星聪我比较熟，不是三星聪。对，小瘦说的没错。飞龙，谢谢你的四叶草。他是一个在台湾当歌手的一个人，一个艺人吗？歌手吗？ Singer songwriter 吗？然后我今天看到他有来追踪我，我想说，因为我听过，大家可能有看过，有一个日本人在台南的夜市唱《世界が終わるまでは》，哒啦啦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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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有听过吧这首歌，然后他是在夜市唱这首歌，然后那个 YouTube 的影片已经破百万的那一种。对，有看过，对不对？就是那个男生，他是不是有拍抖音？拍抖音跟 YouTube 好像都有。然后我之前滑到他唱歌，然后他也是有上过什么歌唱的节目，然后
好像也有用台语唱歌之类的，好像有印象，对不对？有印象，对不对？我也是非常有印象。然后后来我也是，就是看了他的频道，然后看了他唱歌，我就觉得哦，非常喜欢。然后我也觉得哦，天哪，有一个日本人，然后在台语用台语唱歌，然后又很好听，我觉得非常厉害。然后我今天早上看到他有来追踪我，你知道那个心情是什么吗？哇，天哪，他居然来追踪我，然后我追踪回去了。希望你以后也可以，就是有机会可以看到他。其实呢，我上次不是有去同学来了，然后那个是很多日本人，很多日本人，我不是说有七个日本人一起露营的那一天吗？那一天其实他山本昌元冲上原本要来露营嘛，但是我不知道后来有什么事情，然后就是他没有来，然后后来就是换了一个人来这样子，所以就是没有遇到他，没有认识到他，但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见到他这样子。这星期大概是跟麻油金兰会认识我差不多吧。对对对对对。ハリさん、シシラの新、そう、台湾で活躍しているシンガーソングライターの山本さとしさんが今日ね、びっくりしたの、朝インスタで、あのね、あのその世界が終わるまではっていう曲あるじゃん。それを台湾の夜市で歌ってて、その動画がすごく有名で、で、その動画で私も知ったんよ、最初は。で、わ、すごい歌の上手い人だなと思って、で、すごいなと思ってたら、まさかまさか台湾語とか中国語とかで歌ってて、で、なんかすっごい上手なんですよ。本当に上手で、すごいなと思ってたら、今日ね、インスタをね、見たらね、山本さんがね、フォローしてくれてました。すごく嬉しかった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こに山本さんのファンが いたら、山本さんに伝えてください。藤井萌が今日ライブ配信で、山本さとしさんがフォローしてくれたって、喜んでたよって言ってあげてください。私のために言ってあげてくださいっていうのは私のために言ってあげてください。あ、え、そういうことね。あの、はい、ちょっとおかしかったね、日本語が。シャユアホアジャンジャン流音如父ジョフェイドドハイハイホアホイ。知り合いに山本さん、知り合いの山本さんに言っとくの。しかも山本さんの山本はものもと違うし、元素の元です。好像就感觉好像是个小粉丝。新闻，哎，新开花。知道他唱歌很厉害啊，很强哎。说到粉丝，真的是很开心，维利亚来追踪我。就是那一天我们是在那个公园彩排，然后公园彩排的那一天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担心，就是那一天也是就是一直看维利安如果可以日文版的 YouTube 的留言，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说歌词不好怎么样，就是一直很担心。然后就突然就是出现那个 IG 噔噔通知，维利要来追踪你了，心脏停了，真的是心脏停了。如果可以合作唱歌，感觉也不错。新花还可以。嗨，香港阿玲。世界が終わるまでは。先去唱歌了，麦拜拜。好的。令我们写押韵，押韵跟已经很棒了，谢谢，真的是很开心，真的是很开心，谢谢，歌词真的很棒，听到超多好评，谢谢，谢谢，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麦ちゃんの歌がで、バイトブーヤを、何バイトブーヤって、バイトブーヤって何、バイトブーヤって何？老公，克里斯喜欢 Kinoshita， 麻友真的很在意，对呀，非常在意啊，因为你知道，越认真做的事情，越想要知道那个大家的评论，你知道吗？如果我今天非常随便做，那被骂、被称赞，我都不会在意啊，我就觉得哦，没关系啊，反正也是我随便做而已。但是我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认真做，我不知道做的好不好，但是我是认真做了，非常认真做了，所以就是当然会很在意啊。私の提案ですか、日本語の歌を使う、歌ってくださいね、歌ってくださいね、私が頑張るね。
但我都可以讲台语的，ちなみに麻友很棒了，谢谢小手。你说麻友很棒，但是没有水蜜桃是什么意思呀？出没 ，Hello，Hello，Hello， 第一次创作的关系吗？中日文版的如果可以也很不错呢，谢谢。那也可以透露一下花了多少时间吗？我只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弄歌词啊，然后，我当天大概，因为我那天是去公司拍影片，然后那一天就是那个啦。三周年那个啊，不是三周年，是三起生招募影片。我不是有拍一个影片访问的，用日文讲那个影片。那一天突然收到这个大任务，大概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收到这个，诶，是吗？对对对，然后我马上去咖啡厅，然后就弄一下，然后马上拿去，那一天当天半夜的时候，马上给上司看，Makoto-san看，然后给我收到了非常多的 recommend， 就是你的字数要对，你的意思要对，你的什么什么要对，然后如果啊，对这个要讲，就是呢。如果可以，我想和你的。如果可以，这个字其实有就是一定要用的字是もし，对，もし。我原本有想到别的说法，就是如果可以也有很多说法。那我想到的是别的，一开始我想到的是别的，但是那个如果这个字一定要有，如果直翻中日文的话就是もし，もし。就是もし是如果的意思，如果就是もし的意思，这个字是固定的，就是不是我想要用这个词，也我应该是说不是我原本就想到这个词，是说下面的怎么讲，一定要的东西里面有这个东西。所以呢就是我看到一个留言，对，我看到一个留言是说，为什么如果可以直接翻成もし，这个是我看过最烂的翻译。我就想说这个就是呢上面决定的，这个是对我没办法改变。对，可以呢，对，原来是这样子。对啊，测试真的非常不容易，因为还有很多就是规则嘛，对，规定规则一定要用到的东西之类的。然后我是觉得这样也很棒啊，因为原本叫做如果可以，那不知道中文的人也会知道，哎，是不是如果这个字是不是もし的意思。对呀，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对的，对，我是赞成了我这个想法。对，那他绝不是说在你了，那就是一天不到写两我那一天半夜我就交出了一个版本，然后交出来之后下面的人也是马上给我一个怎么讲，就是很多建议，然后我就是马上改，然后就那一天是改到大概早上五六点，然后五六点之后就是睡一下起来，然后马上弄歌，然后大概真的是两天的时间内就要写完，然后写完之后再给 Sony 那边看，然后 Sony 那边说什么我就要再改，所以大概完成大概就是三天，对，大概是三天。到完成，到真的是最后的版本就是大概是三天，但是那个期限过了之后呢，我也是一直给了很多选择，因为我想到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因为而且我想到最后就觉得哦，反正也没关系，就是我想到的东西都给就对了，然后反正就是我给了很多选择，比如说雨の中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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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那边是最多选择的，非常多选择。然后我就想说，我这个是没有这个权利可以自己选择哪一个比较好，也要看什么就是唱的如何之类的。我也不是一个音乐的专家，所以我也不知道。所以，就是给上面的人选这样。对，谢谢掌声鼓励，太棒了 ！TTP 的作詞那吉役の。作詞だね。嗯，那就是一天不到。对，没错。ね、ジョンカニさん本当にさ、
傷つくこと言うよね。直感大事。そう、直感大事。原来时间是这么赶，很赶，很赶，非常赶。但是我听说威廉也是只有一个小时，一个不是一个小时，太夸张了，是一个礼拜的时间练那首歌，那个日文啊，真的是天才，真的是太天才了，啊、好羡慕哎、欸，也不是一个小时，是个天才，真的是天才。只有一个礼拜，如果我今天要唱什么，如果今天要唱，什么西班牙文，然后我如果只有一个礼拜，我也没办法，办不到，办不到，真的是办不到，真的太强了。雨の中、木の下、赤いマフラー。知道其可以知道，想知道其他选项是什么？这个我可以讲吗？我怕我不能讲，所以我还是不要讲。对，我还是不要讲，而且我怕我讲了之后就是会有很多对，所以我不讲，我不讲，不好意思，不讲，真的是鬼，真的、哦、如果是印尼文也许一个小时就可以了，真的吗？没关系，抱歉，没事，我知道我讲了这件事情一定会想要让人好奇，就是原本是想到什么选择，对，没错啊，我如果是我也会想这样子问，没有关系的。はい。麻友会印尼文吗？不会。如果是跳舞的话，麻友也可以一个星期练起来。跳舞的话，其实对跳舞的话还比较擅长一点了。私は翻訳作詞の仕事があります。そうなんですよ。本当に翻訳の仕事、はい、すごくもっと頑張り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ふふまお。N C C C 谢谢，就我在家。谢谢大家的礼物。哦，对了，然后我在 IG 上问了嘛，然后还有人说是小姐不惜敌，对。谢谢夫妇妈的真情告白，哦，那个节目真的很强哎，真的是很多人看，对。龙虾爸爸，小五你回来了，谢谢你一直宣传我的 IG， 赞赞。真的希望赶快可以破两万。快啦，我都快一千八、一万八了，对，都快一万八了，开心耶，超开心，再2000人就两万啦，赞赞，破两万就感觉很赞耶，很棒耶，虽然还是很少啦。鼓掌鼓掌，喂，哎，谢谢阿比陪你靠这一波，近期20000有望。对啊，还有刚小百合的 cover， 破20000要做什么？没有要做什么，没有要做什么，破100000可能会做什么特别的事情，还遥远。对，可是我很好奇耶，就是我大概是知道是谁帮我就是写那个什么妈友藤井妈友什么正妹什么 PTT， 大概知道是谁帮我写的，但是我不知道，应该也不是只有我写词或是我去向同学来了的关系啦，一定是有人帮我用什么 IG 宣传啊，或者是什么网络上宣传啊，或者是什么的，对呀、啊、就觉得我很好奇是怎么样的，怎么讲？怎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的粉丝增加的那么快？很好奇耶，很厉害耶，真的效果超赞的，很棒哎！而且不止我，就是如果说这个方式对了，那大家也可以为了其他成员宣传，对不对？对呀，我就觉得粉丝真的不要买，因为太明显了。就是对粉丝真的不要买，因为。其实每个成员都知道，对吗？其实也不止每成员，就是一看就知道是买的。那我觉得非常不建议，我不知道，也要看个人啦。就是可能成员真的想要数字好看一点，那也没关系。但是怎么讲，对我来说买粉丝真对我啦，我说对我来说买粉丝真的是不是很好，因为。那个按赞数不会变多，如果是帮我买粉丝的话，也帮我顺便帮我买个按赞，好不好？真的真的非常对。
就是如果要帮我买粉丝的话，希望可以对帮我买按赞，对，顺便嘛，顺便帮我买这样子。来了也要买账，不然真的太明显了，真的太明显。而且我们都会看，就是我们应该会看哪个成员就是今天涨了多少粉丝啊什么的嘛，那就是太明显了，对。所以我觉得不建议，我是希望马友坊不要买粉丝，但是希望就是用别的方式帮我多多宣传，嗯，而且我觉得非常开心。然后我是觉得啦，这次这一波是我不知道是怎么用了怎么样的方式，但是上一次好像是 IG 广告 Bad Guy 我跳舞的影片，也有人有一个马友坊就是帮我在 IG 上宣传了嘛，那个效果也是非常棒。因为我刚刚看到我今天早上看到昨天播限动的问答，然后我也有看到，我是看那个 IG 广告而来追踪你的，或者是什么滑滑滑滑到 IG， 然后就滑到 IG 的推荐或是宣传，然后就来追踪你了。我就觉得哦，这个 IG 广告，我个人觉得非常有用，所以大家也可以为了其他成员用用看那个 IG 的宣传。然后网路上的事，我其实是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但是就是至少有人有看到我这个名字，那也很棒。对，买粉丝 IG 什么，然后会清楚那掉那些买来的粉丝，所以是浪费金钱。哦，我是不知道，今天增加是最多哎，今天增加最多我吗？我觉得是前几天增加是最多哎，两百个人吗？那我觉得是刚好，因为那一天是同学来的首播，加上维利安那个日文版也是首播，对。然后对，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一起发现了，就是真的是增加蛮多粉丝这样。今天我就不知道了，我都没有买粉丝，只有买声血。赞赞、按赞数跟留言数、点阅率都可以，点阅率也可以买哟、哦，好厉害哟、哦。下次你的发文我都按一次就好了，按一次是什么意思？幽灵粉丝是会被 IG 处理的哦，是这样子哦。新闻出来后应该都是，对，新闻出来后，重点是马友很棒才能吸引那么多人。怎么那么贴心，很开心耶。就说自今天有一个 YouTube 的宣传开始，就我所知今天有一个 YouTube 的宣传开始，真的还假的，好开心耶，谢谢你，真的是帮我很大的忙，谢谢阿米小公主。刚刚听到电台放阿盖伊介绍麻油，但是长长 TPE 了，哈哈哈哈，好好笑。这个真的就是 AKB48TP 这个名字哈，真的是很长很难记，没错。或者是最多人讲的是 AKB48 Team 台北。下午谢谢你的求求你，前 TPE 48成员也是可以啦，也是可以啦，没有什么错。现在可能是跟 YouTuber 合作会比较有流量哦，对，可是我没有什么 YouTuber 的朋友啊，就就你有，谢谢。刚刚是不是在说某名主持人，哪一个主持人我不知道哎，其实我很常听到啊，真是广播电台，谢谢陈恩的红玫瑰。TTP 太长了，对啊，我觉得 Team TP 是最能记的耶。 Team Taipei 其实嘛比较好记。诶，那你很白痴 IK Game がおもろかったです。ハセさん見に来てくれてたの、どこに座ってたの、言ってよハセさん、教えてくれたら私はハセさんにもう萌え萌えキュンアピールをしてたよ。ハセさん私を見て、言ってよ、今度言ってね、どこにいるか。旗揚げゲーム面白かった、嬉しい、応援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ハセさん可是只说 Team TP 一般人大概知道哦，对啊，我是说AKB48 哦，对吼。小时候谢谢文手里，下次除了写阿奎以头
居然也请阿奎椅，都笑死你！这个那个这个梗想很久哈，谢谢小五的红包，很开心一抢完哎，怎么办？笑死！你今天没有说三二一耶，还是你刚刚留言了，还是被我没有被我念到？谢谢红包，谢谢红包，谢谢红包。卒業で会いましょうってコロナで解散が、いやー、ほんと怖いよね。5000人だもんね。怖いよね。ってことで、あさってワクチン打ちに行きたいです。那天女孩都为就产生文，善心文与鞋出鞋针吗？对，谢谢红包，佳佳，谢谢枫叶。秋日豪，谢谢指南针。我跟日本人介绍也是 Team 台北，不然 DP 不知道是在哪里。对对对对对，启威谢谢梦幻泡泡，谢谢小的尽情告白，谢谢大家，真的是 Milefun 太伟大了，开心哎！最近真的是不知道，感性模式，谢谢咱妹这样的教教你啊，很开心。秋日豪，我认真觉得，就是我之前 MC 环节公演的 MC， 公演也是已经一年半了嘛，差不多。Team 台铁棒，塑料一百，反而是谢谢 Mayo 这么喜欢台湾 ，Mayo 表演超赞。哇耶，好开心，谢谢。我来看公演的时候，确实发现一堆人拿 Mayo 的句子，拿 Mayo 的扇子。我刚刚想说 Mayo 的句子，Mayo 的扇子 ，Mayo 的扇子，谢谢。这几天马友会不会不敢出门了？再撑一下。我明天要去工作，但是我后天想要去打疫苗，所以这一周应该不会出去哪里。TTP 搜寻时较能与别人有关句子的，那马友的句子感觉有点可怕。打疫苗，对啊，我想说打第三剂。但是呢，我跟你讲，我最近的诊所只有高端，因为我昨天打电话问，他就说如果是这周的话只有高端，已经没有那个叫什么 ，A 都不什么什么什么那的那个什么那，莫德纳，说莫德纳，莫德纳。对，感觉现在没关系，感觉应该没关系。确诊的治疗时间可能比隔离的时间短。蛮没有接到麻油的彩带。对啊，这次对我有犹豫了一下，但是我丢了彩带之后还是有看到你啊，对不对？疫苗有预约了吗？我还没，我想说应该还好。最近疫苗缺了，有预约。到再去哦，真的哦。那因为我只有问到高端，我等一下再打电话问一下大哥。都看一下哦，这次公演左右两边也都有麻友推荐哦，再吃被包夹耶，开心，我真的很开心。就是我真的是我来回想一下之前的演唱会哈，比如说 mini concert 也好，就是很久以前的 concert， 然后我真的是只看到两三个麻油饭而已，就是有在举麻油扇子的人就是这么少，然后我就觉得好吧，我是这样，就也很开心的，很开心，也很感谢帮我举那麻油扇的人，但是对，就是心里还是有一点，怎么讲，就是我还要努力，但是也不知道要怎么努力，还是研究生，没有什么曝光，那我要怎么办？这样子，就是其实有这想法，有一段时间，很久以前，但是我现在想一想，真的是觉得，虽然也不多，虽然应该是说，虽然还要再多，还要我还希望越来越多人，更多人拿麻油上麻油的应援上，但是我现在就是明显的变多了，然后我就觉得非常感谢，也觉得非常开心。有懂我的意思吗？我超怕讲错话手作跟官方扇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我是都喜欢怎么办？那就都拿吧对不起，我没有举麦克风。我跟你讲这个很好笑哦，那时候我们下公车的时候，你不是在右前方吗？公车的，对我们来说的右前方，然后有人问说什么我又看到共勉之了，我就说对呀，他就不举藤井麦的共勉，不是藤井麦的
都没讲啊，被影响了啦。不觉得天气蛮有应援，说哪知道是麻油饭呢、啊？这样，然后大家都在爆笑，然后就下公车了。公园上的太阳会不会看出来？还好，还好，我的还好。大家其他成员的我就不知道。对，还有黄黑板哦，我知道，我看到了。麻烦你帮我举藤井麻友，谢谢。官方上不开灯，应该还能看出来。真的哦，我都没去麻友那边争取麻友的彩带。现在政府款销快过期的疫苗，过期后才会用新进口的哦，是这样子啊？是这样子啊？土豆的扇子给我举吧，不行。啊，你说啊，土豆的扇子给你举 ，OK OK， 然后土豆继续举公民值，一回来听到原来在没有啦，没有啦，弟弟应该是满手扇子好吗？对啊，但是弟弟也是很开心啦，就是弟弟是其中一个扇子是我的话，就是蛮开心的。我通常都是拿官方扇，靠名字那一边 ，OK， B 哥。现在没有，没有，现在是真的完全没有疫苗了。OK， 我每次会举麻友上啊，提前前提是要有时间去看公演。对，那一句有开一朵彩虹，麻友有听到耳朵很好，其实没有很大声。谢谢静的枫叶，我是陈安，我要直接讲哦，你是陈安哦，哪知道你是陈安啊 ？B 哥是什么呀？101的推荐叫肉肉上的人，我都举光像诶，做手作能力太差又没关系，已经要改到了不完全不拿成员姓名的应援物了，真是吼。真的是吼，买好了之后 cover 日写的 logo 可以吗？好，那我会说我已经决定好要录了。嗯，我这几天或是这几周会发，但是好啦，我今天公布吧。不然我可能就是逃掉了，就对啊。好，我要讲吗？好吧，我讲，反正呢，我一定会发，如果可以日文版的 cover， 但是我唱歌不是很好听，我不是很擅长唱歌的人。我比较擅长跳舞，然后对，而且我听了Nuvi 的主唱善荣跟本人维利安唱歌，我都非常非常非常不好意思唱那首歌了，你知道吗？就是非常不好意思，非常不好意思唱，非常不好意思唱。嗯，对，我这个是要提前讲一下，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唱，因为他们两个真的是太厉害了。那要搬，如果可以编舞嘛，那我可能要再弄个什么，就是如果可以我选你我之类的，就是快速的预防针，对，打预防针，没错。没关系啊，我们也听不太多日文，不要不要，我也很难听，我也想唱了，唱嘞，很好听啦，也太让人期待了吧。真的很厉害，不是要有超强的歌唱技术才好听啊，简简单单的歌声也很棒。公司没开的唱歌课嘛，如果可以白起举起来。我真的很害怕，就是我真的很，因为就是你知道我刚刚说最近就是粉丝增加了很快，然后呢我一开始开直播的时候不是说我很开心也很害怕吗？为什么害怕？因为是这件事情，因为我快要 po 如果可以的 cover 了，然后对，然后这几天增加的粉丝听到那首歌，听到我 cover 了，然后就退回去17000了。怕吓跑人家，没错，措辞人唱不好可以接受，咦，感谢。对，所以非常非常担心，而且我上次
不是说就是我算是清唱了，如果可以日文版不要po，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我是很想要认真拍 cover， 然后就是不想要随便唱一唱，然后就给人家听，然后会让人觉得，会让其他人觉得，哎，作曲人，哎，随便唱歌，大概是什么意思？对，就是至少认真嘛，至少我会认真拍 cover， 好不好听就算了，我会认真拍。对，这个我的重点是在于认真，对，不是在于好不好听，是我的对认真度会让人就是有办法让人知道，哎，马友这次有认真拍 cover 哦，这样子就好。对，因为对，也有可能发现很反差，结果更喜欢。重点是你有投入，对，就是重点是我有认真唱歌，对，期待，当然是更喜欢啦、啊。可以改编成舞曲跳舞吗？其实我不会改那些东西耶，如果可以帮我，如果可以帮我。编成一个可以拍舞蹈的那种曲的话，我可能也会编曲，但是现在太慢了，所以有点难，一直打歌耶。对啊，认真唱留下来也有可能让更多人知道。对，我认真唱就好，就是好不好听我真的是算了，大家会知道你有努力的。对。等以后有出舞曲版再 cover， 你需要再怎么样的曲？加快版本，加快再加一点就是 beats 吧。对，昨天公演辛苦了。对，辛苦了。君 ，hello 君，辛苦大家了，公演好玩。五月真的很忙哎，五月都有很多事情，诗雅毕业演唱会合照啊，不是，握手会，还有一些公演，很忙哎。外面好像开始下雨了，真假的？我等一下就要出门呢。雷米拍立得很，我跟你讲 ，by the way， 我昨天跟露露一起，那个去101那边，然后他就说。他就提到那个拍立得的事情，他就说，那拍立得是什么时候拍的？我都忘记了，那是什么时候拍的？我的头发是亮的。毕业演唱会、握手会、公演跟五月真的很忙，对啊，妈友也是雨神，对啊，后来有新拍的吗？没有我们后来没有拍立得。中日韩很多偶像出道时候不是专业的歌手或者是演员，也是有机会培训，与表演越来越强。对，马友新发的那一组照片很美，好美，有点辣吗？是吗？五月是要毕业了之后没队长吗？一定会有新的队长吧？我好像下个月就可以领拍立得了，真的哦。看来五月可能不行办生日会了，我这个真的不知道。然后我真的希望疫情赶快退散好不好？真的很烦呢。我都以为今年就可以回去日本了，拜托，我都三年都没回去了，让我回去一趟吧，安全的回去一趟好不好？啊，好烦呢。妈呀，加油啦，身体也要顾一下啦。好的，新队长的话我投77一票，不然官方照片放第一的一个的压力很大。笑死，原来是这样子，妈呀，当队长我会支持，笑死。快赛很难过吧？快赛我都习惯了，快赛我还好，我快赛是一个礼拜一次大概是这样。因为那个同学来了，就去电视台之前一定要快筛，然后我们公演一定也要快筛嘛，然后对每一个活动都要快筛，所以大概就是每一个礼拜一次都有快筛，我是安全的。目前就是台湾病例增加，国境就要开了，真假的？
暂时只好线上试听相见。对啊，哦，只是想对你说，请看头贴。那你那你那你，好可怜哦，哈哈哈哈，笑死！搞不好五月就，哦，希望啊，真的是希望。最近又要放宽隔离天数到3+4天了。哦，真的、哦。至少可以每周免费快筛。对啦，免费快筛不错，就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对，福福猫，谢谢，上班加油，拜拜。只能等大家都开放之后，有打疫苗可以免隔离的话，你回去再来比较顺了，是没错。对啊，想家了，想家了。想家了。4月29号，我们要陆陆续续的共存，陆续共存，基本上活动都应该会对对照着办。这样子其实可以去泰国看 Asia Festival 了。哎，对耶，今年是泰国吼。唯一就是是什么？万一是真的成员中标的话，不要乌烟嘴。最近都在想，好想去福冈，为什么不是大阪？为什么不是大阪？可能出国越来越多，对，要完全不隔离出国，可能还要再等一下吧。我觉得啊，你说什么想家还是想一想家还是其实是想家，什么意思？正极，就是我刚刚也是这问号，很多问号。小时候耶 ，high five。如果是去国外活动，可跟粉丝一起吗？我目前是维持平常心了，然后平常出入单纯就好了。我也是，其实怎么讲，我这样子讲好像蛮白目的，但是我是觉得世界。上之后我真的只能共存吗？对，我是觉得不可能会变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回去没有疫情的时候，所以也只能就是当做感冒是有一点夸张，但是当做就是一个病毒，然后只能共存这样子。我是这么觉得，但是尽量不要中，真的尽量不要。对，最好的情况就是让病毒流感化了。虽然我真的非常不想要走，但是也没办法，我也是非常安全的，我有戴口罩，我也做好防疫，真的还是中了，我就没办法，对不对？妈友是对的，妈友不会错。对呀，大家都不想生病。对呀，就算流感我也不想要得啊，就算感冒我也不想得啊，但是得了就得了嘛。对啊，就真的没办法。我跟你同样的想法，我在现在日韩港澳台也很严重的确诊，包含艺人。对呀、啊，马友是应该回去观光一下了。对呀、啊，我前几天呢，我就跟我的高中同学聊天，聊了大概2个小时，然后他就说，哎，那个天王寺那个对面那个不是有那个什么什么药局吗？那边。变成什么什么东西，就说真的假的，那么大的药局变成什么什么东西哦。然后他就说，之前不是有那个东西吗？那个现在没了，真的假的，现在拆掉了，你知道吗？我想象中那个大阪，我的家乡好像已经不一样了，很多东西都变了。那我同学都教我哪里变了，哪个东西不见了，哪个东西新盖了什么东西之类的，真的是可能我回去大阪的时候会迷路吧。据说日本2年变化很大。话说日币可以买哦，日币最近真的可以买哦，多买一点哈。但是也不一定什么时候才会涨回来，因为现在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差不多就是28，然后最好的时候到29，然后。我是觉得27的时候就觉得怎么那么低，对。然后呢，最近。22，最不好的时候到21.76，对呀、啊，已经低于23了，
已经到 21.889 耶，现在22，平均22，大家都可以买一下。虽然我希望不要再低啦，不要再低下去，但是日本战士非常多的，他们就是借钱借太多了，没办法还了，没办法还了。可以先用 Google Run 看一下自己的家，疫情之前是27，对不对？所以我都觉得别说了，我有一大堆0.29的，快哭出来！消息对马友来说很难过的消息啊，没错，马友赚台币又到发大财了吗？没有啊，没有啊，我本来就是把日币换成台币来过生活的、啊，所以我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好的、啊。马友回日本后发现你月薪好高。完全是台湾人啊，在用台币买日币的想法了，本来就是吧，就是啊。但是我是觉得，希望日币赶快涨回来哦。但是你们可以先买啊，但我不保证什么时候才会涨回来，可能2年或3年后我也不知道。我有一阵子还是领日币的薪水亏爆，真的是亏爆哎、欸。辛苦了，辛苦了，真是辛苦了。五月再来买咯，所以第一台币买日本货比较赚，台币买日本货比较赚，对啊，没错，没有错。工藤新一，对，现在日币真是太低了。今天一个棒吗？对呀、啊，差不多了。之前0.25的换，现在零点二三了吗？今天是23吗？我前几天看到的是说22哎，总生写嘛呢，里面扣。大家出门小心哦，好的，下雨耶。好，那今天到这边，我来念一下吧。OK， 直播辛苦了，不辛苦。谢谢今天的第十名是哈利桑小兽福福猫，今天的第九名 Liglig， 谢谢今天的第八名奇威，谢谢今天的第七名 Maclick， 谢谢今天的第六名仲莹，谢谢今天的第五名 Danny， 谢谢今天的第四名草莓酱，谢谢今天的第三名小虎，谢谢今天的第二名 Kix， 谢谢今天的第一名中干桑，谢谢有跟到晚赞啦赞啦 Baby 中干桑，你看到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はでは、出門要帶大正的看洗手。有哦。对哦，可以买游戏。对耶。好啦，大家今天到这边，等一下如果要出门的话，记得带雨伞哈。拜拜。